野人到处被人家结怨的哟。还是脑瘫，忘记了。啊，有点忘记了。秒到了，对啊，50秒时间，你看就这样子绕一下就没了，就到了。可是这为什么机子还是很难修起来的感觉？现在说真的，对啊。闪现也是啊，闪现大概是2分半的时间，2分半也是很久哎、欸。可是现在感觉怎么修，好像才修那没多少而已，闪现又好了，太难了真的。时间是飞逝很快的那种时候，但为什么机子好像怎么感觉怎么修都不够？啊，你看，像通常这样子睡火遇到的先知，能这样子传送过去就已经算很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算很棒了。然后就变成说，又还是感觉机子还是修得不够，怎么修都觉得机子不够，好烦哦，真的。哈哈，看到我不敢挂。你炸我没炸。因为现在已经机子已经很优势，所以他炸我没炸了，我要不要给他管，反正炸一下我不会倒。哎呦，哎呦。要牵野人了，可能要过来了。哇！哎呦！What? OK, nice.
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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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啊，干！快快快快快！双重加速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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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西！你没有开门吗？哦，哎，耶！哦，好像在凯瑞到一把了。